吃。皇儿，不想你我父子竟在这花果团聚了。是啊，参见少主人。啊，父汗，此为是？哦，这就是一路之上保护为父的六儿姑娘。哦，六娘，六儿是主人的奴婢，那年在韩王宫中为主人奉茶，您还对我微笑呢。皇儿，你金玉火王富寒而要击鼓财迷牙语。哦，怎么讲？击鼓财迷牙语，儿啊，你看这城楼之上高挂人头，居士猜不中谜语者，而今此去，岂不扬人虎口啊？你啊，你疯了不成？少主人，进宫猜谜十分凶险，这怕是有去无回啊。招啊！父汗，这样那图兰公职的密言，不知害死多少万岁公阿哲。二次犯前去免得无辜性命再遭杀戮。嗨，还要用智慧争夺。重逢就要分别，而今此去，性命难能保。父汗大放宽心，天蒙儿家族的智慧，定能战胜独揽公爵的密语，不必拦挡而去啊也。去。